唱国语也好听哎、欸，而且我忽然觉得，来那个小豪，你站过来，来小豪小豪。哎，因两个哦，有一点夫妻脸呢、欸。有哎、欸，你敢看你的嘴巴边啊？你敢看嘴巴边？真的，但是他边，因为刚才他在唱歌，他在我对面，那我就一直看他们两个，哎，夫妻脸呢、欸，这个未歹，会使小考虑一下呢。嗯嗯，夫妻脸，林伯啦，我想一下，其实也有父女脸呐。我讲真的，你们两个就又有一点夫妻脸了，有真的有追星哎、欸、的哎、欸。真的吗？我要戴他的那个假胡子试试看嘛。尤其因为东燕会逗人家嘛、哦，所以跟东燕唯一的好处，他是一定每天逗得你很开心。唯一没有别的，好。不过我想知道一下向慧玲，向慧玲的条件那么好，为什么说恋爱了四年，结果还是被分手？因为初恋就是傻傻的。我把欧拐外重心弄坑底一心胸，他那一天开着车来找我，我也给够落后，因为我们在那之前有吵架，冷战了两个星期。阿姨公也被来催我，我还想说哦，以为他会来求你了，他求我要复合，对对对，结果上车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分手吧。对，然后我不夸张，就是他一讲那句话，我从头麻到脚。那他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，但是他也想了两个星期喽，那两个星期就是。他觉得哎呀，动不动就要跟我这样耍脾气，那不要，有可能。你怎么知道？他就是、男生呢、啊？男生对，他就觉得我太任性。那你是不是常常动不动就跟他耍脾气？对他觉得我很任性，就是爱耍小孩子脾气。我听讲啦，你也很难过，说你打个电话给你的妈妈。对，为什么会觉得很难过？是因为那时候谈了四年多，但是问到人完全弄不知这件代志。啊，一阵我就感慨先，我不知道要打给谁。第一时间我不知道要打给谁，但是我后来想一想，还是觉得就是想要打给妈妈，听听她的声音。电话拿起来说：“妈，我给我们放散啊！”然后就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哦，你还敢讲我给我们放散？对，我还是用那种开玩笑口气说我被抛弃了这样。然后我妈，我觉得我妈才是厉害。其实她从头到尾都知道这件事情，其实她没有来点破而已。然后你的公他就安慰我说：“哎呦，妈给呐，你是我生的，我知道你是一个神经大条的女孩子，所以你可能过两礼拜你都无代志啊。”无啊，结果外久才无代志？差不多一个月吧。可是那一个月每天都过着，就是那阵子暴瘦，对，都吃不下，然后也睡不着。哦，所以像你们这种条件那么好的女生，蛮容易假的，吃的就吃亏了，还是吃瘪了，所以幸福到底在哪里？幸福在这里，由向慧玲来为我们唱一分呢。嗯，对，哦，还气氛加好，还提给个素颜呢。哎，我就会想到我们其实你们年轻人哦，可以玩一个游戏。游戏，哎，我们献上我们的安全之吻，耶嘿，好刺激哦！所以就是他的胜利，然后我的惩罚吗？好，眼睛闭起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一、二、三。超羡慕你的，一定要幸福，也很高兴啊！心里话蹦蹦跳，香香的呢。就是那个橡皮筋按你那支传来，我这支按你就对，啊好。吸管会不会太短啊？对啊，我以为也调刚，他就故意弄短的、啊。好像要再更短一点。一共吸管会不会太短？就是短才好呢。哦，这样长度差不多。那你再进去一点啦。卖唱。哎呦，好。原来是这样，没啦，这样好亲密，有一点爽哎。哦，原来是如此，好，那知道了。从生梅开始，从生梅开始，你那个橡皮筋拿去。生梅要交给东燕，嘿。其实我真的没有玩过这游戏，我也没玩过，我也第一次玩呐、啊。玩起来以后，我还觉得以前那个很好玩，很好玩哈，很好玩。以前大学联谊活动也没有玩这种游戏。大学以前大概看老师那干椅子，对不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开始啊开始。好，预备开始。哎呦，哎呦，
要惩罚，大家是有没有惩罚？对，不，这个查某会用喷的呢，那呢？他吸管掉，没有你吃我的。哎呀，我自己拿，自己请给，自己请。请给。哎，我觉得好困难，我真的没有。你卖球啦，球了喷自己啊！认真。可以换个对象吗？可以换个对象，都怨你被拒绝了。你看我紧张到流眼泪。等一下，那个吴生没笑个鼻眼红起来。等一下，好难哦！哎，我真的不会玩哎，糟糕了。我教你。对啊，可以啊。来，老师来音乐来。好，有了。你干嘛？你故意吊人家？好，这一对有机会。哎呀，水哦！因为小豪就戆的啊，你看戆戆啊，你紧甲用过来呢。就好，你手不要遮到，啊，水啊，水啊！落起来，过一条给你，这有一条，啊！不是啦，你没有放进去，你是嘞？会不会啦？不，你要翘翘啦！那香味，你一支水水的，你是嘞？一支要翘翘，好，一支要翘翘。好，夹子会。你卖一点话来，其实这个哈，其实是没有胜负的。没有啦。那这样好了，我给三个男生有个机会，好，跟我猜拳。赢的那个，你可以选那个女生，跟你来个安全之吻。好，来，来，我们来，你们三，跟我。好，三个一起，剪刀石头布就好了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拜拜，去边啊啦！剩恁两个我就免啦。哦，恁两个强啊！剪刀石头布。啊，输了！哎呀，啊输了！哎呀，输你慢输！啊输了！好了，他输了啦！真的啦，小豪输了。我刚刚听出来你有甲没输，你怎么讲用麦？你怎么讲用麦克风？你出剪刀！我老天啊！没有，我真的输的，你不是故意帮他的，我们不能没有幸福开玩笑，我真的公平的，公平公正公开嘛，你啊，你跟进，好了，你跟进嘞，跟进，大家拢知，大家替你讲，我要选的就是夹子灰，夹子灰，好了，啊，吴胜美，啊，来，我们献上我们的安全之吻，耶嘿，好刺激哦，这就是我最有的东西吧。真的有，他的胜利，然后我的惩罚吗？有道理吗？不，因为今天是他的幸运日了，啦，今天是东燕的生日啦，生日快乐，就祝他生日快乐啦！好，来，那你麦克风，你麦克风拿掉，麦克风拿掉哈。那人家女生来，女生来这边，好，女生来这边，那人家会害羞，好，你去，我来拿，女生会害羞嘛，好，那你要先做个告白。最后才能对做告白，好，预备开始。都够看一下，你是嘞？你好。从第一次看到你，我就觉得你是我要的。哎呀，你要的什么？要也在静静，你不用。啊，静静啊，好。就是我很晚了，不要紧张，都想要下班了，快点。忽然不要恭维，为什么？词穷。找很久的一道菜。对，找很久的饭会台湾。先紧张了，先紧张。谢谢。好，我会好好的孝顺你的爸爸妈妈。哎呦，这股是女生，你看，这摆母爱笑容是真的，这摆母爱笑容是真的，我替你恭喜啊！来，安全之吻，安全之吻，来，你把酒先开，别让人拍死啊！妹妹，好，眼睛闭起来，闭上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！真的超羡慕你的，一定要幸福，很高兴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
跳，香香的嘞，真的。我怎么闻到香香？那个滋味是什么样的滋味？